好不好？不好意思啊。老鼠般躲躲藏藏，总有一天会被逮捕的。只是想念念不一起进，味道可能顶呱呱。如果怕失去，我给你建议，将它介绍我好吗？我会发烧吗？我读 A 百八，自恋程度比你读难大。不过还是很感谢你提醒我，事情没你说的复杂。我和他不过就青梅竹马，我只想成为音乐家。环游了地球，人生这样才伟大。自以为 so crazy， 他不一定懂你想法，年纪又那么差，而他又不是像一样感情肯定崩塌。他们愿意为了你嫉妒你想着你，我绝对不会帮你的，避免互为摩擦，事事由我来保护他。喂，阿毛。You're so crazy， 不然你就先回家吧。好吧，我考虑一下，你别送心大发，思思是我朋友好吗？所以我求你，拜托你，读着你嘴巴里那一点不吉利的话。我有我的想法，所以请你快点回来。